你好烂，明明就是比谁都清楚被丢下的感觉，有多难过，想伤害他。安娜，你先听我说。 这些都是真的，可是我可以解释，这些都……所以我现在是真正的坏人。很抱歉 ，Anna， 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你知道事实，可是存希对心仪有责任。奶奶，不要一直拿责任来压我。 你除了想要一个孩子传宗接代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也有选择的自由，好不好？安娜，你不要再听我奶奶乱说。虽然我跟陈希已结婚了，可是我们之间有约定，只要他都没小孩生出来，他就会马上离开。我跟他之间真的没有任何感情的基础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告我奶奶，告我们，我不要再听了，陈希。 哎呀，我现在都很痛，你可不可以先出去一下？可是你跟心仪的感情也发展得很顺利呀。告我奶奶，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？我只是要维护我的宝贝。我也是啊。够了，你们不出去，我出去。哎呀，警察局。 追安娜跑得很开心吗？我一直希望安娜能回来，现在全被你搞砸了。现在我只希望小孩消失，陈信已消失，所有这一切通通都没有发生过。安娜只要受伤，万一她出了什么事，你会连你唯一的孙子也一起消失。春熙。 还是我没有影响，人家虽然叫我自己太太了，你还说没有影响。他现在名义上虽然是我太太，可是我跟他之间有过约定，只要小孩生下来，我们就会离婚。陈心怡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狐狸精，他很善良，他知道我很喜欢你。对他来讲是个意外，对你来讲也是意外，对，你们都没有错，你们都很无辜，两个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发生关系？ Anna， 对，你没错，陈心怡也没错，但我错。我错在太有自信，我以为你一定会上船。我错在没有开灯，我无法把陈心怡当做你。我错在即使伤害云峰、伤害奶奶，我也一定要跟你在一起。我错在世界那么大，女人那么多，却非要你不可。 为什么不上船？我的快乐会回来的。李总。
我现在就去证明给你看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离开不是你给了我的选择。疯了，北梯回来啦，知道错了是不是？知道错就去跟心仪道歉，他要是不原谅你啊，奶奶也不会原谅你。你看这样子处理事情是不是就快多了？提不起放不下，拖拖拉拉的，到时候三个人都受伤。哎，是不是安娜小姐真的很生气啊？那我去跟她解释一下好了。不用。还是我马上可以回江母岛啊？不用。那我帮你收了。不用不用不用。经过早上的事情之后，我不会再相信你在奶奶面前扮可怜博通情。陈心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合约提前结束，我一秒钟也不想再看到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就算在舞台上跌倒被观众嘲笑，就算没有拿冠军被妈妈锁在门外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安娜这样哭过。陈心，恭喜你，你第一天来就做到了。陈心，你要干嘛啦？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也不想惹他生气啊。你是高高在上的魔法林集团社长，我只是随便一个街上喊喊就会出现一大堆的陈心怡，我知道我们不可能的。该走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可以马上就回家母岛，孩子剩下你可以请奶奶来接。你永远都不要再看到我。你还在这边演戏？如果要回家母岛的话，你早就回去了。现在搞了连安娜都知道，你就不用在这里演戏了。我没有啊，我真的要回去啊。那是因为我昨天要听就大大方方进来听。好，你一直顾着安娜的情绪，那我们心仪的情绪谁顾啊？那有谁来顾我的情绪？奶奶也记得当初为什么要娶陈心仪吗？那是因为你答应替我保密，现在也故意在那里面说出来这个秘密。既然你不遵守承诺在先，我也没有必要遵守我对你的承诺。你威胁奶奶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不要搞不清楚，我为什么这么护着心仪，那是因为他都不会争取。你不要认为他不要求你就忽略他。你看，你都八十岁了，不要再气了。我还没有八十岁，我还差三个月。可是我怕我撑不到三个月，我会让这个混小子气得让我提前去见祖宗。我要提前举办我的八十大寿，我要号召所有的亲戚朋友，然后当着大家的面郑重介绍，你就是春熙的老婆，是我继汪珍珠明媒正娶的孙媳妇儿。我要存心面对接受，想否认也否认不了。奶奶，春熙已经很生气了。闭嘴！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听奶奶的。本事算什么？放手！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。季春熙，你好烂！明明就是比谁都清楚被丢下的感觉，有多难过，想伤害他。